因为接下来是我们丰原高中要带来他们的毕业歌曲《群星》，掌声欢迎。 化作轨迹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丰原高中带来的歌曲《群溪》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这是你们自己的创作吗？真的？我们吉他社自己做的。哦，但是你是吉他社的吗？全部都是吉他社的。是。哦，那旁边这一支大支的，哎，同学，哪一支？这一支。这一支，你好，你也是吉他社的吗？对，我们都是吉他社的。那为什么就你今天的打扮比较特别？哦，因为我今天头发有点毁掉，所以我就戴帽子。有点什么？毁掉？人家妆发，头发没有整理好。毁掉是怎样？就我觉得我烫坏，而且我还被那个，对，而且我被那个理发店骗了一个洗发精，然后他就叫我买那个，然后他说1800，我买了。1800。然后越洗越糟吗？我们会聊太细吗？不会，因为不然我们每一组都是聊毕业毕业，我们聊一点洗发精的东西。颜色洗坏了吗？还是它的卷度？对，我觉得它的卷度有点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哪一间？对，有人在问哪一间要毕掉。真是不要，也是不可以公开讲，毕竟线上已经超过100000人了。对，影响到他的生意。可是真的很毁吗？还是偷看一下？可以看一下吗？哦，先不要。真的不行吗？那你有看过吗？说今天吗？他毁的样子，其实还是很好看啊。哦，什么主意？还是很好看啦，漂漂亮亮。好啊，那谢谢你们呢，非常精彩的演出，谢谢。希望头发赶快救回来，谢谢。希望头发赶快救回来。对啊，真的很。